啊，老师，你也吃水果呢？嗯，你看这水果好吃不？我觉得我这个口味的比较好吃。嗯，哎，老师，你看一光。老师，你们怎么大清早就吃雪糕呀？嗯，你捂着个脸，你咋了是吧？就是啊，平常不是活蹦乱跳的吗？老师，我牙疼。那你岂不是不能吃雪糕了？吃啥雪糕呀？喝水都疼。你呀、啊，肯定平时吃糖太多了。现在又不是分析病情的时候，我去牙医那我又害怕。老师，可乐，你们有啥办法没？给我把这牙拔了呗。啊？我们给你拔牙？那你别着急，我们给你想想办法。可乐，你这行吗？啊？哎呀，你就相信我吧。哎，到了，哎呦，你们好一点。好啥呀好？我疼的是右边，你们砸错了。老师，这有一个祖传的办法。老师，那你赶紧给油光试试吧。老师，你们能不能靠脸补呀？这次别再搞错了，我疼的是这边。哎呀，你就相信老师吧。可乐，来，给我帮忙。老师啊。你这行吗？我害怕、啊。别怕，一睁眼一闭眼就过去了啊！给我听我口令，一二三，拔！拔！拔是拔了，这是有点麻。哎，油光！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嘿，石头剪刀布吧，等一下。哎，我赢了，我就来，哈哈，我要干活。哎，我赢了，哈哈。哎呀！不让卡牌竟然不救我、啊！玉哥，你不是被老师罚写作业去了吗？玉哥，作业写不完可是要加倍罚的。就是，哎呀，劳逸结合也是很重要的嘛。我和老师强强联手，没有你插手的份。你有什么可豪横的？你们俩就是怕我把这些卡牌全部赢走，所以不敢跟我玩吧？怕你不成？来，有本事比一场。比就比，那输的人请雪糕吃。我先来。最后一张看好了，哦，继续，该你们了。啊！哦，嘿嘿，就很烦，不想赢都难。不是，已经赢了这么多了。我去，优宝，你是不是练过铁砂掌啊你？这才拿到哪呀？我能连续拍100张呢。哦，别开玩笑了吧，100张怎么可能？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，哼！面对疾风吧，快！真是高手。哇，优哥，你真的可以啊，好厉害啊！加油，剩最后几张了。不行，再快手就成猪蹄了，但是又不能丢面子，我不管了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开饭了！哎，来了！你们有奥特曼卡牌吗？嗯，有啊。拿出来我看看。哦。来了。就这么点，老师能吃饱吗？赶紧走，下一个。下一个，阿姨，你怎么这样？这也太少了吧？这能吃得饱吗？哪那么多话，不吃拉倒，赶紧走。你说这打饭阿姨咋回事？不仅要我们卡牌，还给我们打这么点饭。哎，对了，优哥，隔壁班的二狗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呀。听说上次他去打饭，拿了一堆闪闪的卡牌，阿姨他打了满满的一碗饭，还有好多肉呢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得不露出我的家底了。可乐，明天咱们走着瞧。打饭了啊！怎么又是你们？有奥特曼卡牌吗？今天就让你瞧一瞧什么叫闪卡，这可是我新得的。哇！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低调又奢华呀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闪卡，快给阿姨。哎，阿姨，那这饭……来，这饭全给你。怎么样，可乐？哦，厉害！哎，吃饭去喽。啊，这么多闪卡，我喜欢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全喜欢。
点击下方油膏视频加个关注呗。这油膏和可乐竟然在校长面前告我的状，真是白疼他们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整整他们才行。哎，可乐，自从我们给校长反映丹丹老师作业布置的多，你没看现在作业也少了，玩的时间也多了。可是这样不太好吧，这丹丹老师会生气的。哇哦，哎呀，没事，怕啥呀，走。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呀，老师到处找你们呢。老师，我们可没告状啊，是油膏说的，我可没错啊。这么快就把我出卖了，可乐。你看你们说的，老师怎么会怪你们呢？嗯，看着天太热了，老师呀，给你们买了雪糕。谢谢老师，我们等会儿吃。哎，不行，现在就是。老师，这里面怎么还有老干妈呀？就是啊，这是出的新品老干妈雪糕，快吃吧。老师，你这不是吃果果的报复吗？别墨迹啊，快吃。不行，不搬回一局我就不叫油膏，以千之道还治千之身。嘿嘿。哎呦我去，嗯，真好吃。不错不错。油膏你没错吧，好吃，哪里好吃啊？你品，你细细品。还真的挺好吃的。好吃。老师你尝尝不就行了吗，你都说了这是新品。快尝尝老师。这是什么味啊，这也叫好吃。哈哈，老师你也知道不好吃，那你还给我们吃，这雪糕呀就留给你独自享用吧。走可爱。你们给我站住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加个关注呗。哎呀，给我个红色的，女孩子最适合草莓味的彩虹糖了。行了，你吃的怎么这么多呢？我的太少了，你再给我给点。哎，别讲了。哎，你们俩干什么呢？上体育课还偷吃零食？哟，彩虹糖啊！没收，好好上课。哎，老师，我去，丹丹老师这鼻子真是神了，咱俩刚拿出来他就过来了。不行，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，我们得想个办法整整他。走，可乐。可乐，咱俩可真是太聪明了，这下丹丹老师啊就不会抢我们的吃的喽。哈哈，这些够他吃一顿的了。哥哥姐姐，你们干嘛呢？这个能吃吗？肯定不能吃啊。你们快回家玩去吧。哎，可乐可乐，差不多了，走，快走。给大功告成，走。哇，可乐，这彩虹糖这么大，快快快！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不好好上体育课，还在这儿偷吃零食，看看你们身体素质，拿出来！天老师，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不是彩虹糖，是粘土？这帮熊孩子敢捉弄我！你们让你们唱，站住！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这些卡牌真好看呀，好想要啊。想要卡牌吗？学校呀新规定按体重领卡牌，只要你体重够重呀，想领多少领多少。哎呦我去，这么的规定啊，这女生的体重不能让别人知道的。快点的，想领卡牌呀，上阵称吧。120斤呀，给。都120斤了再给点吧老师，这也太少了。不行，这是学校领导规定的，要是被发现我是要扣钱的。那好吧。哎，可乐，领了没？哎，别提了，120斤就给这么点儿。这也太少了吧，这玩2把就没了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油膏，别想了，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按体重给呢？这能难倒我油膏？我得好好想想。哎，有了，走。领奥特曼卡牌了，领奥特曼卡牌了。老板，我们来领奥特曼卡牌了。你们这是啥情况呀？我们是连体兄妹。我是妹妹。我是哥哥。哥，我们上秤吧。我的乖乖，250斤，这得给你们多少卡牌呀？你别管那么多，这些卡牌啊我们都拿走了。给我留点呀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加个关注呗。